3月10号我们会继续努力，然后重整一下，然后继续在场面为大家应援，为中华队加油。网友最近在讨论说，林湘跟这个王静谁是真女神？原因在哪里？谁是真女神？林湘尬王静超谦虚，电影近距离开撩男记者。成员林湘、云溪、曲曲、阿布五3月9号出席活动记者会。虽然世界棒球经典赛中华队首战以5-12败给巴拿马，林湘还是正能量喊话了。3月10号我们会继续努力，然后重整一下，然后继续在场面为大家应援，为中华队加油。而林湘前阵子在限动播出落泪影片，坦言心情敏感。12月录制外景时，也因为身体不适就医，现在体重依然没有起色。现在好一点了，只是看起来就有点过瘦。多吃一点。大概42、43，就是你没有40，有啦有啦，看起来没有，还好胖在该对的地方。哦，对对对，哦，秒理解，有啦有42。球在这看看没错，肉身十只差不多。可是我们脑袋要记得是100只，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会放哪一只。对，没跳错不能当啦啦队啦。视力变好了，那跟这个粉丝如果近距离这样对看的话。尴尬，你现在会吗？你现在会吗？他尴尬。网友最近在讨论说，林湘跟这个王静谁是真女神？两个都是女神呐，不一在哪里？那我没有觉得我赢哎。王静就是走戏剧嘛，然后是戏剧的，就是新一代女神。然后我觉得林湘算是现在已经可以代表啦啦界，因为现在出去就是在啦啦队界里面，大家可能都知道曲曲或者是林湘，她就是一个代表作。而且我最近我朋友，我室友才跟我讲说，知道吗？我的那个男朋友在韩，他男朋友是韩国人，他说我男朋友居然知道林湘讲到啦啦队就想到林湘他说你有没有去看理想型？我对理想型依旧是那种颓帅风，颓看起来就是他喜欢有才华。各位有才华，很会摄影，可以吗？很会摄影，对啊，为什么要想很会摄影啊？为什么你突然间拿出手机啊？现实动态了，出来。你像之前在日本挑战那个比基尼在雪地，你们要不要聊一下那个感觉？这叫流行吗？这不叫 ice in gala， 好冷吗？好冷哦！所以我跟你们说，滑雪真的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所以很热。其实很热，对，但那个雪衣里面都是汗。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要不要排组跟个风这样？就是我们很早起来，旁边那时候都没有。所以这意思就是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